了，我没了，我没了。你是懦弱的表现。人一定要有梦想。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两比吃人杯水舞娱乐赛之噩梦之一的比赛现场。经过层层的选拔，最终三十六名选手进入到我们的决赛阶段。有请我们第一组的选手登场。这又是嘛？哎，这又是嘛呀？三只两哈皮叉叉叉，我的天！他的名字。兄弟们，这三个必输，好吧，不用多逼逼，我话就放这里了，好吧，我们看好这个进转红颜下啊，看好他，看好他，完蛋，完蛋，他这里个人侧写是摔倒了，完了，完了，完了，跑酷竟然用这种个人侧写，思维不妙呀，这是个嘛呀，这我们看好这个原罪哥，好吧，看，暂时看好这原罪哥，看这个。滚来滚去干嘛呀？我们看好原罪哥啊，原罪哥，我们重点放在这个原罪哥里面啊。哦，完了，没了，原罪哥没了。那我们就明星哥吧，那我们就这个还会离开婉婉吗？啊，我们觉得他可以啊。那我们六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重点放老虎哥，老虎哥加油啊！老虎哥现在很。一马当最后啊，一马当最后啊，不看了不看了，我们看前面啊，前面竟然是漂亮姐姐，漂亮姐姐这边拿下第一，率先拐一个弯，不过没关系，前面这个位置，哇，但是这个墙崩塌了，哎，不过这两个人竟然不走上面，走下面啊，滑梯不抢，抢滑梯的反而是我们这个红颜下跟这个我们的原罪哥，那你这个第一波的优势就没有存在了，那看到我们第一名现在是什么？现在这个第一。是这个进转，但是他摸了个道具不太好，摸了个屁啊，没什么用。另外那个看到晒干的沉默，他这个人虽然名字比较骚，但是他好像无伤，顶了个盾无伤，通过了我们这个出手哥的地方啊。那这样子，哎哎，干嘛？哎啊，卧龙凤雏这两个人，哎哎呦，你在干什么呀？哎呦，好，我们的老虎哥虽然说前面啊一马当最后，但是没关系，现在一马当先冲到我们第一个活木马这边啊，前面还有个道具啊，能捡到好道具吗？捡到什么呢？捡到个钩子。后面看到我们这个咸鱼落雁啊，他把那个减速的瓶子丢到后面了。我们看看后面漂亮姐姐，漂亮姐姐身边是一个护腕，但是他等了一下啊，他是个懦夫，他是个懦夫。啊，好，他挺勇的，他挺乐于吃误人的。我们回来看到我们第一名，第一名这边是第一名，是我们的一开始最好看的，最看好的这个老虎哥。老虎哥的话呢是什么？是国家队，可以。我们看第二位，第二位是我们的咸鱼落雁选手啊，也是，哎，他是菲律宾跳水队的一号选手，动作铿锵有力，以背水一战的气势起跳，空中旋转两周，背部入水。看看我们这个原罪哥，原罪哥，哎，国家队的可以。但是我们前面看到我们老虎哥跑得挺快的，后面咸鱼落雁的话没有什么办法了，这个距离拉的还是比较安全的，前三名还是比较安全的。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个红颜下，红颜下已经是最后一名了，哎呦，没什么办法了。看前面啊，前面吃了个枪驳没关系啊，没有出手生成。我们的这个咸鱼落雁，哎，能勾到吗？想勾咸鱼落雁，哎呀，想勾人不成，反被出手牌。我的天，别急，勾人的话前面勾好，这样子的话抱到我们这个咸鱼落雁啊，同时来到这个很熟悉的笨蛋集中地。哎呀，完蛋了，怎么？我沉默了，兄弟们，我裂开了，好吧。嗯，前三名啊，竞争比较激烈的还第二、第三名啊。第三名的话呢，我们老虎哥顺便拉了什么？哎，拿了个磁铁，然后躲了个乌刃的。哎呀，无人这个东西你不吃，你越不想吃，他越会给你吃的。那前三名基本上是确定的，除非你是菲律宾跳水队。二号选手准备，他在跳板上的动作优雅连贯，完美起跳，水中跪足，跪入水中。没道具，那关键啊，你也是跳。这主人跳得不咋地，落地的水花贼大。那第一名的话是我们的咸鱼哥，第二名是沉默哥，第三名是这个红颜下，然后我们最看好的这个是谁啊？老虎哥是最后一名吗？炎炎酱，这什么？这怎么又一个？哎，你肯定没了呀！这，哎，这什么？你还没找啥是吧？你没了，我告诉你，你肯定不行。哎，你们能不能改一点正常的名字啊？啊，怎么又有三个？哎呀，还有一个谁啊？还有一个没来，来了，谁让我们等啊？
厨师长。好，那我们看看啊，你没了，我跟你讲，厨师长，哇，迟到你还敢骂，还敢骂总裁判梁哈皮啊？阿七又辞你，胆大包天。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厨师长上来就是他的画面啊，注定他这局一定很开心，好吧？好，我们开跑，率先领跑的是我们的跳跳哥。跳跳哥的话，这披风有点大呀，这披风挡着后面绿帽哥。绿帽哥的话呢，也是紧随其后。后面的话是找茬哥，找茬哥的话呢，这个位置他能冲上第二个滑梯吗？哎，他能挤掉，他把绿帽哥给挤掉了。这样子，他们两个人成为第一、第二名。不过手速能顶得上吗？哎呀，厨师长的手速怎么比这个绿帽哥来快呀？哦，绿帽哥起码还是有情侣的，所以厨师长的话呢也是一马当先排到第一，同时弹了一个磁铁啊，躲了一个触手，哎，小腰一扭，然后被我们绿帽哥给追上去了。那绿帽哥的话呢追到我们第一前面，看看这个旋转转盘能不能帮助他，哎，转盘帮助他，那这样子的话呢他还是稳住人第一的位置的。看到他们两个都摸了蛋，看他们弹走岳文的技术了。不过按照这个节点来说呢，我们的绿帽哥是多一个道具的，再怎么快的话呢也是快不过后面的人的。厨师长的话摸了个磁铁，看到后面找茬哥的话距离离前面第一梯队的人比较远啊。那美色姐的话呢在后面想勾板，但是被跳跳哥给挡了啊。最后一个王八你怎么往左边走啊？哎呀，没眼看了，看前面啊，前面我们这个绿帽哥啊，这个跳水技术不错啊。厨师长的话呢也还可以，哎，也不错。绿帽哥哇，怎么手里面两个弹走岳文了？我的天！是先开炮了，先开炮了。那绿帽哥也是不小心被打了一炮啊。同时的话呢，我们这个厨师长也是摸到第二个炮，后面三根炮，我的天，第三发炮，第四发炮，我这开炮，这对绿帽哥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啊。开炮，不单单头上要戴个帽子，开炮，同时还要吃。吃了四发枪，哎，没关系啊，我们厨师长也是分担了一发枪啊。他们现在的距离是大大拉近了，不过由于这个墙的原因啊，厨师长的话呢还是一马当先的。另外一边的话，看到我们的跳跳哥跟我们的绿帽哥是非常的接近的。同时的话呢，我们的王八的话呢也是慢慢的紧随其后。王八现在还是有机会冲刺这个前三名的，最后两名的话就，你看你们看嘛，这乱改名字的后果，看到没有？绿帽哥的话呢，抽了个篱笆啊，这篱笆可以在前面这个位置给啊，可以在前面这个位置丢，拍板，哇，不做人呐，真的是。那同时跳跳哥的话呢，也是跟到后面了，那这个距离应该是没什么意外啊。勇士就不会等，勇士接冲，好，绿帽哥很勇敢的绿帽哥。生活一定非常的开心吧。同时的话呢，我们王八哥也是冲到了第三名，厨师长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期待之下呢来到第四名啊。最后两名名字没改好啊。绿帽哥的话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三波连跳，动作100分啊，直接弹走鱼丸，手里面还有个护腕，甚至多一个道具。同时的话跳跳姐摸了把枪没啥用啊，弹走鱼这多弹一下啊，就是哎，后面的话偷袭，那王八哥这边在最后一刻踩在跳跳哥进终点之前踩到终点线啊，牛！好啊，我们看到了这谁？哎，什么 ID 啊？你们在搞毛呀？你们在 later， 他肯定没了，我告诉你，他肯定没了啊，他。下次我不想再在我水友赛里面看到什么，这怎么又每局都有三个，真的顶不住了，我真的是啊，下次我不希望在我水友赛里面再看到梁哈皮叉叉叉叉格式了，乱改名字你们。 A few moments later， 你们怎么这么喜欢女厕啊？你们老变态，你们啊，干嘛？甚至是不是天天拉肚子，天天往女厕跑？你们真的是，不是吧？就没有一局是六个，正常一点的吗 ？2000 years later， 怎么每一局都三个以上啊？这又是骂呀？好，那我们看到我们进入到我们决赛阶段的选手啊，首先是一个大鹅哥啊，我们大鹅
我们的好大鹅，然后第二名是这个贤哥啊，很贤。第三位是抓不到人姐啊，第四名是鱼鱼啊，是鱼什么？哦，咸鱼。第五名是什么？第五名是这个我们这个飞回哥啊。第六名是丁丁。兄弟们，种子选手好啊！让我们这六名种子选手啊，已经啊准备就绪了啊，那马上进入到我们比赛啊。现在我们相信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已经有点紧张了啊，希望你们看好的那一位选手啊能取得第一名啊。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啊，前面部分的话，好大鹅是直接就跳起来了，看起来他很兴奋了。那我们已经开跑了，开跑了是我们的飞回哥，飞回哥是很快的穿着这王八衣服冲到第一名了。第二名是我们丁丁姐啊，第三名是什么？第三名这怎么一个绿帽挡住头了？第三名是抓不到人姐，然后是我们的绿帽哥啊，后面是我们的咸鱼，但是发现他们都不喜欢冲上面，只有丁丁姐喜欢冲上面啊，他们都比较偏向于道具，发现了没有？那这样子我们丁丁姐是成功的拿到了第一梯队的位置啊，但是后面紧随两只王八利用他们的龟壳把我们丁丁姐夹在中间，好坏啊，同时勾了个丁丁姐，完了，丁丁姐直接落到最后名，哇，真是不做人的好大啊。那前面的话看到我们飞回哥也是由于他的龟壳原因啊，吃了一个助手也是很爽的啊，就不感觉到疼。后面的话呢，紧随其后是我们的这个抓不到人姐啊，第三名是我们的咸鱼哥，丁丁的话呢跑到了第四名，后面这个为非作歹大儿的话呢也是不负众望来到第五名，后面绿帽哥得要加油了。前面的话是前面第一名，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杰克问的区域了，我的天，这有点快啊，拉开第二名超多身位。那第二名的话说明是个钩子，但是这个钩子没得发挥啊，前面没有人。丁丁的话呢也是跟哎，这乌龙喂到嘴里面去了啊，没关系啊，我们还是有机会的。那大二的话呢也是起起伏伏啊，慢慢的又来到了第三名，也是一个争夺前三名的这个位置，但是为什么卡了？ Oh my Lady Gaga， 竟然卡了。但是我们已经回到我们这个赛场当中啊，虽然说刚刚卡了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网易第五人格嘛啊，就别问就是关张 bug 啊，前面三个都是有枪都是坏蛋，那后面三个都是蛋，但是他们蛋还不用，前面的不用枪，后面的不用弹。那丁丁的话呢首先发烂开出了第一把枪，但是后面好大竟然摸出了两把枪，我惊呆了，到底谁敢抢第一？如果抢第一的话要面对后面两把枪的人。那我们这个飞回姐手里面呢，因为前面丁丁被那个了，所以的话呢他是抢到了第一名，然后好大二的话呢也是不负众望啊，就看到有人抢第一的话就把枪给开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呢，虽然说他吃了一把枪，但是他摸了个球把这个枪的伤害给抵消回去了，同时绿帽哥不知不觉就冲到了第一名，但是绿帽哥这一波是被埋伏了，在他冲进去我们出手区的时候被我们这个飞回哥啊，飞回哥在哪了，我天，被这个坏蛋飞回哥给开了一把阴枪，但是由于他为非作歹，所以他遭到报应，也被助手拍倒了。所以现在为什么大阿哥又跑回第一了？没关系啊，大阿哥他前面肯定不行了。看看我们这个抓不到人姐怎么样啊？抓不到人姐的话呢，紧随其后，道具也是不是特别好的，后面三名都非常的近啊，位置紧紧的吃着啊。这样子的话呢，虽然说前面大阿是有一点点的优势，但是他怂了，喝酒了，道具是真的好啊。那这样子他能抢到第一个跳水的位置啊，同时第二第三名的位置咬得很死，不过这边绿帽哥是选择走下面，他不选择跳台。那这样子看看我们第一名的这个号位大他到底能不能好成功的落到我们这个最后的一个跳台的位置。那这样子的话呢没什么意外了，应该是第一了。第二名是绿帽哥吗？绿帽哥还能弹一次呼唤，能弹到吗？弹到了。那这样绿帽哥是第二名，同时第三名是我们的抓不到人姐，丁丁的话呢是第四名啊，第五名是我们的飞回哥啊，第六名是我们的咸鱼哥，咸鱼哥这个呼唤有点东西啊。好，六名选手都完成了他们的赛程啊，都有积分的了啊。好，下一轮啊，那第一名是有六分的，递进的，好吧，六五四三二一这样子的，没有完成的话呢就零分，完成的话呢起码是有分的。那我们这六名选手已经很相熟了啊，都知道哪个才是大坏蛋了啊，是三局的循环，三局的积分赛。好，那来到我们的总决赛第二轮了，第一轮的话呢，刚刚他们都已经完成了赛程了，时间而且都是非常快的。那我们看看第二轮怎么样吧，第二轮我们算一进去就是一个绿帽，完了。出事了，那我们看看他们抢跑的情况。第一名暂时分出来了啊，分出来了，是我们抓不到人的姐，抓不到姐的话呢，后面是我们的丁丁。第三名是我们的这个大儿啊，然后就是绿帽，哎，但是后面有个人摸了个护腕，直接飞到了第一名，是我们飞回姐，不过他不抢滑梯啊，不抢滑梯的话呢，是我们丁丁，丁丁是喜欢抢滑梯的，丁丁跟我们这个浩维大儿他们都喜欢抢滑梯的，不错，抢滑梯是比较好一点的，因为你摸到就有可能摸不到好的道具啊。不过这五个人，这六个人都咬了非常的紧啊，前面是第一梯队是
直接五个人，然后助手甚至摁一堆助手，但是没有拍死任何人，好吧，那没事了。那看看我们前面啊，第一名是我们的飞回姐，飞回姐的话也是没有受到出手的，所以她前面可以安全过其他陷阱，同时堵到这个位置。哎，但是由于一个磁铁，飞回姐没了呀，这样子她从第一名的位置呢掉到了往后靠后的名字，同时绿帽哥的话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冲到了第一名，后面就是我们的大鹅了，抓不到恩杰。那前面部分这个是。线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基本上不会被电到的，应该不会被电到的，因为这个位置实在是只要有勇气你就敢冲了啊，这边被电到啊，那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啊。好，看后面啊，丁丁的话是还在努力当中，最后这两名是好吧，咸鱼也没了，咸鱼加油啊，咸鱼加油。那绿帽哥也是好不容易啊，手里面也摸了个护腕。那这样子的话呢，开局第二圈开圈的时候，他多了一个护腕加一个屁啊，所以的话，他这个护腕可以用在前面抢关键地方的时候，然后这个屁可以用来熏后面的对手啊。那同时后面是大儿，前面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暂时不，哎不对，为什么大儿吃的是枪，而不是？绿帽哥这把枪有问题，大二他可能平时为作恶多端了，所以的话呢吃枪吃的比较的舒服一点，不过他利用一个加速直接拉球，同时这个枪是非常给面子的，开出一个很空旷的地方给他，使得他不会被墙挡住。哇，这距离拉非常近啊，虽然刚刚开了一枪但是不亏。那我们这个绿帽哥为什么这么多屁啊，他摸了两个屁，我的天，哇熏死了。大二的话呢，虽然他是王八，但是哇熏到晕开了啊，抢不到这个墙了啊，所以这个速度也是被拉慢了。后面的话呢是抓不到人姐，抓不到人姐的话呢也是紧随其后吧。那我们的绿帽哥的这个距离是绝对优势，绿帽哥是稳稳的拿到第一名的。关键是我们第二第三名了，第二第三名如果我们这个大鹅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前面弹走月纹能被电到吗？又被电到，好，被电不到，那第二名应该也是确定的，第三名应该也是确定的。关键是我们最后的三个，最后一波梯队啊，这三个人但是他们能不能完成赛程啊，这不会完成不了赛程吧，不会吧，不会吧。好，我们的丁丁跟我们的这个飞回姐，丁丁姐跟飞回姐这两兄弟啊就互相争夺最后一名啊，但是由于一个钩子的原因啊，这个飞回姐是率先跳水啊，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没问题了，但是可能完成不了的是我们这个外星人啊，那丁丁姐她可能完成不了。同时前面啊，前面怎么有一个人蹲着不动了，他应该是拉球然后蹲在那个位置，对对对，可以啊，这大儿因为他上一轮是第一啊，他现在积分挺高的，目前绿帽哥也可以，绿帽哥这局拿了个第一，第三局很关键的，现在谁是冠军还不一定的。裁判啊，裁判这个人有三级啊，很快很快啊，不是这个后卫大儿，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可是要取消比赛资格的啊，竟然敢乱说话啊，岂有此理。好，目前最高分是我们的绿帽哥啊，绿帽哥他是一局第二一局第一，同时大儿也是一局第一一局第二，然后后面的话呢第三抓不到人姐啊，两局都是第三啊，老三了，千年老三了。其他的话呢后面排名就相对于积分来讲就比较厚一点。好，那进入到比赛啊，最后一轮了，这一局的关键点是在于绿帽哥跟我们的大儿，还有取得胜利希望的这个抓不到人姐啊，他们是最希望争夺这个第一名的啊。我们的这个绿帽哥在起跑的时候呢，位置是被我们的王八哥大儿给挤过去了，他们是第一第二名的，竞争非常激烈。后面几位选手是飞回姐，然后是丁丁，然后抓不到人姐，抓不到人姐最后一名啊。那第二倒数第二名是我们的这个咸鱼啊。那我们看到大儿是抢滑梯了，大儿跟丁丁是抢滑梯的，他们喜欢抢滑梯啊。后面这三四个人里面摸的比较好的道具，一个是我们的抓不到人，还有一个是飞回。那这样子的话呢，看看前面这个梯队，哇，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两个兄弟真的是追得非常紧啊，他们这两位前面是互换第一，然后顺便练了个屁啊，想要熏死大儿吗？我的天，有点阴险这个人，不啦。但是大鹅这边真的被熏到了，然后成功的从第二名
跳到第一名绿帽格，同时手里面有瓶酒双加速直接冲到前面，但是大手里面是有个钩子的，不过由于双加速的这个速度啊，它的钩子只能说是钩板，不可能钩人，前面或者两个盾了，两个盾的话就不用怕这个钩子还有这个枪了，但是他没有开盾，那这样子有受伤状态情况下呢，可能在后面有伏笔，哇，这咬得非常的紧，真的，那我们的这个绿帽哥是成功的来到了跳台，那距离也是拉非常快了，同时大二他机会不多了，因为前面完成了地圈，也就是比赛的赛程完已经走到一半了啊，前哎，但是他摸了一把枪，不过他这把枪不能那么快开，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绿帽哥手里面是有个盾的，而且距离拉非常开。这个时候就要看后面这两个人，他三把枪完了，后面五把枪究竟是什么东西等待着我们这个绿帽哥，完了，第一把枪开吧，打到身上，第二把枪开吧，第三把枪，一共第四把枪，我的天哪，被打成马蜂窝了。但是不知不觉，我们这个咸鱼哥也是冲到第二名，大鹅也是通过了第一波啊，后面的空军支援啊打不过啊，就叫人啊，叫后面的人开了五炮，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绿帽哥给打傻了。绿帽哥的话呢，虽然说打了五炮，但是还是身残之间啊，虽然说满身弹痕，但是他还是在第二名的位置啊。那现在比分，现在他们的这个距离还是非常的近的，前面有个弹簧，哇，这个弹簧一弹，这个磁铁一弹，弹了之后，我们的这个大耳距离稍微拉得有点远了、啊。同时，我们这个绿帽哥手里面的这个瓶子用不上呀，没用啊，有屁你也用不上了，太远了。手里面这个球能用上吗？这个球前面能摸到什么道具？这个是翻牌的道具，大、啊、他又摸了个屁，你干嘛呀？昨天你吃啥啊？是番薯啊，你怎么放这么多屁啊？通过一个加速拉得非常近，两个人距离很近，但是大鹅这边是冲上去了，绿帽要靠道具，但是绿帽后面最后一个道具摸了什么？摸了这个钩子能勾到吗？很关键，没勾到，完了，大鹅他从跳台下来之后躲掉了钩子之后呢，来到了最后的关头，这位置他能抢到第一吗？第一，第二名是我们绿帽哥，最终胜利是我们大鹅哥取得了这个胜利啊！我的天啊，哇，这咬得非常紧，这两兄弟，我的天，太紧了，一分之差，好吧，一分之差，哎，不愧是我的儿子，好吧。乖啊，乖，不愧是我的儿子，有那么一点点像我，好吧，投给你们多了啊，谁说认贼作父的啊？啊，哎，方冠，本来是说什么贼父哥啊，认贼作父的，把他给关了，岂有此理！嘚嘚，哎，这个房管，哇，我心态崩了，这个房管哪个房管啊？我看看，你想死是吧？是不想死？你的房管还带头带节奏，岂有此理！老虎不发威，你真当我是 Hello Kitty？ 我的天哪，你完了！我告诉你，下次烹饪房管的时候你优先。好啊，兄弟们，给他来个颁奖仪式好吧，兄弟们，我亲手给他们写奖状啊！这一波是不是良心主播？请把良心打在公屏上，不得逼逼，好吧？良心主播，好啊，那这个恭喜。获得什么？获得吃人杯跑酷第三名，恭喜找不到人，恭喜找不到人姐获得吃人杯跑酷大赛第三名，恭喜啪啪啪啪啪啪啪，哦，抓不到人，对不起，抓不到人，没事，抓差不多，我们改一改啊，好，恭喜抓不到人姐获得吃人杯跑酷大赛第三名，恭喜，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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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哎，这怎么连奖状插去了？我天，哎。这奖状能插去的，哎，这是劣质货，兄弟们，我的天哪，怎么买了劣质货呀？好，这里我快一点，恭喜，哎，不够大的奖状，我们拉大一点点。第二名，哎，超出去了，不过没关系啊，看懂就好，恭喜啊、绿帽哥获得吃人杯跑酷大赛第三名，恭喜啊！第二名，恭喜！啪啪啪啪啪，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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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好啊，最后一名啊，最后一名。
哇，那地名应该啊，超出去有点那个，我们喷一下他好吧，把它喷红。哎，可以，哇，这奖状太好看了，好吧，恭喜梁哈皮，梁哈皮，他叫什么？梁哈皮的大儿获得吃人杯跑酷大赛地名，恭喜恭喜！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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